一场不能错过的英超大战。今个星期日深夜12点，蓝军车路士将会主场迎战红魔鬼曼联。车路士现时联赛成绩虽然不及曼联，但近九季联赛主场斗曼联就取得6胜3和的不败纪录，金将有力一战。不过曼联近4次对车路士都能够4战全胜，当中包括首循环曾经以3-1击败对手，赢波信心十足。到底金将两红相遇是车路士连续不败走势，抑或是曼联能够全取3分呢？今个星期日深夜，车路士大战曼联，自有分晓。